曼丽，曼丽也是一个人名字，曼丽不止一个，而且有两个人名在里面。为什么？曼丽，曼丽，然后第二段的一开头，美丽的青山，美丽的青山，你的名字也在里面呢。哎，我记得。所以这个人名啊，有时候真的蛮有趣味的。青山大哥的这个人名，刚刚不但在曼丽里面有提到，而且他在香港也相当的有名。哦，对，青山疗养院。哎，你知道，对不起，还有一个，可是我讲我怕青山大哥会生气，你知道吗？还有什么？我知道你讲新加坡是哪里？香港有个青山疗养院啊。啊，还有啊，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新加坡呀，咖喱。哎，对，没有啦，那个不是青山啦，那个是在日本啦，那是在东京，东京的他那个青山叫鳌鸭嘛。不好意思，青山大哥，因为我都去过啊。对啊，我去看过。研究透彻啊，都找青山大哥去剪彩的。蔚蓝蔚蓝，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蔚蓝就想到你。蔚蓝蔚蓝，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蔚蓝就想到你。我要永远地爱护你，因为你蔚蓝有气息。我要永远地伴着你，今生今世在一起。蔚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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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蔚蓝就想到你，看到了蔚蓝就想到你，看到了蔚蓝就想到你。金曲五十年，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谈的是趣味歌曲。对，今天我们的谈谈唱唱呢，都是以人名来做这个歌名的。有这么多歌可以来唱吗？我们平常都在欣赏歌曲哦，但是真正的在了解到用这个人名来做歌名的歌曲，好像我们都还不太注意到哦。对，那么其实呢，这个拿人名来做歌曲呢，非常有趣味性的。真的。那首先我们先来欢迎呢，今天的这一位是金佩珊，我们演唱第一首歌曲《安娜》，欢迎她。安娜，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这个名字属于你。接下来我们欢迎孙协志带来的《骊山痴情花》。骊山上痴情花，骊山上痴情花。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潘协庆，为我们带来这首《曼丽》。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怎么能忘记？曼丽，你怎能这样任性，静静的就离去？我很伤心，从今以后只有留下的往日情景是我常回忆。曼丽，美丽的青山，美丽的绿水，只有我和你。曼丽，你可记得我们时常快乐的在一起？我很伤心，今日一别永远就离开，只有希望在梦中能够时常看到你。曼丽，曼丽，曼丽。
接下来我们欢迎龙飘飘带来的《我爱秋莲》。悄开在小溪边，迟开的花瓣又害羞又自恋，一句正中了你的娇艳，秋光吹落了你的花颜，轻轻绽放你默默无言，爱是生命的每天，所以我爱秋莲，爱欢迎飘飘，还有秦佩珊，青山大哥好，青山大哥好，对比姐好。我们刚刚唱了很多都跟人名有关的，譬如说刚刚这个龙飘飘唱的我爱秋莲，你们知道吗？秋莲是我妈妈的名字，哎，真的吗？对啊，秋莲，我每次都唱秋莲这首歌，然后我妈在洗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吵她。我刚潘妍琴唱的那首曼丽，哎，曼丽也是个人名，曼丽不止一个，而且有两个人名在里面。为什么？曼丽，曼丽，然后第二段的一开头，美丽的青山，美丽的青山，你的名字也在里面呢。哎，我记得。所以这个人名啊，有时候真的蛮有趣味的。青山大哥的这个人名，刚刚不但在曼丽里面有提到，而且他在香港也相当的有名。哦，对，青山疗养院。哎，你知道，对不起，对不起，还有一个，可是我讲我怕青山大哥会生气，你知道？还有什么？我知道你讲新加坡是哪里？香港有个青山疗养院啊。啊，还有啊，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中阿伯呀，刚听。哎，对，没有啦，那个不是青山啦，那个是在日本啦，那是在东京，东京呢，它那个青山叫鳌鸭嘛。不好意思，青山大哥，因为我都去过啊。对啊，我去看过。研究透彻啊，都找青山大哥去剪彩了。不，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万方社区，对，还有歌手最近演出上面的万方，啊，对对对，也有很多的困扰，因为他的本名叫林万方，哦，就艺名呢，就把觉得林万方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熟悉，就干脆把林给去掉，把那个姓给去掉，直接叫万方。没想到跟还有一位歌星，我们这个是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叫文章，啊，文章，他其实在本姓他姓黄，叫黄文章。哦，那因为那个这个听起来就不怎么样嘛，所以就刚才把那个黄给去了，叫文章。不然人家以为他很有学问。对，在这里我就要请教一下四位，你们的艺名的这个由来。这个有没有特别的？我不是艺名，我是本名。对，谐庆有很多什么五金行啊，汽车修理。当店有啊，哦，好像在隔壁就是。那潘鞋子，这位妈妈好像知道鞋庆吴金航在。潘鞋子呢？因为我们本姓是姓孙，所以姓孙嘛。那鞋是我妈希望我能够以后啊跟人家相处能够同心协力啊这样子，然后又有志气这样。是做鞋子吗？对啊，那现在其实潘鞋子有另外一个绰号，大家现在都不会叫孙鞋子，鞋子怎么变潘鞋子？孙鞋子，孙鞋子，因为两个都有个鞋，然后就叫这个孙鞋子叫鞋子鞋子。鞋子，不过。鞋子蛮有名的，有吗？鞋子在这个嘉义啊，有一家这个鞋子工商，工商对对对，哦，一模一样的，对对对，他们的学号我上次去加，他们写鞋子两个字，我就觉得很光荣。飘飘不会有飘飘中学吧？不是，没有啊，但是我觉得我的名字其实刚刚才我刚出道的时候，不大能够适应这个名字，因为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凤飞飞，那么我其实也是蛮迷糊的。唱片公司把出唱片的时候告诉我，哎，你的名字就叫龙飘飘，那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怎么也是有个典故。是唱片公司帮你取的。对，没错。那么他是认为说，希望我的
歌声呢能够飘扬到世界各地有中国人的地方、嗯、所以才取成龙。那么飘飘嘛就是能够漂洋过海啊到很多地方。不据我所知凤飞飞的艺名啊，这个他们觉得凤飞飞是好像说有人有我们听很多讲说有人算过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凤飞飞那个时候凤飞飞这三个名字在香港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做凤飞飞。凤飞飞。过了没多久台湾就出现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凤飞飞了。对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人的艺名可能是从电影啊或电视剧里面的人名。因为我据我所晓得呢费玉清这个名字。也是一部这个电影里面一个角色的名字、嗯、因为 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费贞玲要给他弟弟取名字嘛、嗯、哼那刚好他看了这部戏觉得这个角色、啊、这个演得也蛮好的名字呢听起来也蛮好听的而且这个费呢跟他这个费贞玲那个姓又一样嘛、嗯、所以你知道这个费贞玲这个人很豪爽的嘛对他大腿一拍好就这个名字就是费玉清就这样还有一炮打响对啊还有另外一个高凌风、啊、高凌风、嗯、对听说也是、哦、其实他的名字也是琼瑶小说里面的一个男主角、哦、啊、嗯、真的吗凌风、凌风好像很多人没有那个名字漫画里面好像也是高凌风、哎、我觉得像有些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像这个诸葛亮、啊啊、拿动物来起名字剪肠 啊还有九孔也很好笑九孔、啊欸、还有人拿这个蔬菜 来做名字的、啊、菜龟菜头、啊、菜龟菜头菜头胡瓜对对对还大蒜没有？没有大蒜哪里有大蒜这位人、啊、麻烦你把他请出来给我看看不过其实名字有很多很多的传闻有很多很好的消息在大陆、哦、你们都没有问到我、啊啊、那你我生气了啊、金佩珊每个人都问了艺名都没有问我那你这个一定是这个本名本姓对不对其实没有金佩珊其实我本姓金但是佩珊是艺名、啊、佩珊而且是 我过世的爸爸帮我取的、哦、而且这个名字取得好因为平常我都很爱嘻嘻哈哈的这样子、uh-huh. 那爸爸就给我取的名字还算笔画很好的哦、嗯哎、三八二十四啊，那个佩是佩戴的佩山是女字边的山、嗯、他是希望我能够常常把微笑挂在脸上、哦、和气生财、哦、佩山佩山对不过我刚才讲到说其实大陆上也有取很多名字很好玩大陆上通常现在取名字都取单名字单名比较多、哎、对那可是呢有一个人他生了三个小孩、哎、他第一个呢就叫做爱国爱国第二个叫爱民、哦、爱民、哦、第三个叫爱党、哦、爱国爱民爱党非常的这个有盛气、啊、对对很好啊还有个叫爱军是不是没有结果呢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人就被第一个就被抓起来了为什么他很爱国啊他有反革命思想怎么会呢三个小孩的名字爱国爱民爱党合起来不就变国民党、啊、所以第一个被抓起来国民党他自己压根他也没想到说怎么会是这样、啊、对呀、啊。不过其实这名字还有很多很多 很有趣的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要来唱一些跟名字有关的歌曲比较好玩 好,、哦、好不好那就由我们两位先带来这个亲爱的芭比多、嗯、哦这个是一首算是西班牙西洋歌曲改的西洋歌曲、哦、来我们来欣赏他们二位、哎、啊你们两个人停停停你不要生气我又忘记你们了我又忘记你们你们两位要带来什么歌曲他们唱完我们就唱阿兰娜我忙接对阿兰娜阿兰娜西洋完了马上原住民对阿兰娜给他唱起来来欢迎他们四位带来的歌声谢谢心里只有你最亲爱的芭比多有了你的爱情生命其实充满新希望我的心里只有你最亲爱的芭比多骑着阳光地位世界上的一切不能改变我爱人呀爱人呀请你相信我永远永远真诚地爱你最亲爱的离开我最亲爱的芭比多失去你的爱情幸福永远不会属于
Rapido Rapido Rapido， 失去你的爱情，幸福永远又会属于我。欢迎龙飘飘和金佩珊带来的阿兰娜。我愿投进你